我决定向尹总妥协，去他的公司工作。他等你很久了，请跟我来。好好好。周老师，你好，尹总。周老师今天既然会来，就说明你已经想清楚了，我很欣慰。坐。我想知道的是，是否我答应尹总那个钱的事就不再追究了？当然，其实从始至终我想要的就是周老师您这样的人才。好，我可以来您的公司。太好了。那我可以走了吗？啊，稍等一下。是这样的，我觉得以防万一会有什么变故，我们还是签一个合同比较好。现在吗？嗯。其实我已经预料到你一定会来我们公司，所以合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你只要签个字就可以，不会耽误你很长时间。为什么尹总这么笃定我就一定会来了？啊，可能心有灵犀吧。行，你先坐一下，我去拿个合同。尹总答应我的不会食言吧？你要是不放心，我们还可以再签个字。行，我相信你。芳芳，不，你干什么？我不拿回去，我后悔了。这是在外面，你能不能懂点事儿？我不管他们在哪，我知道这不是你对你的选择。你凭什么？生活如果忽略，终于找到你了，你回头再说。啊，林总是吧？这是你要的，以后不要再找我。你们说哥，你还闷着干嘛？赶紧去追嫂子。嫂子，嫂子呢？我跟丢了。大正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事情不对劲，所以我连夜赶了回来。但是我又不敢直接问，就直接问了嫂子，才知道发生这个事儿。还好我们赶上了。所以，那个钱是你们的？嫂子说了，她的钱你不肯用，难道兄弟们的钱都不能用了吗？哎呀，大正，帮我找芳芳好吗？帮我找芳芳好吗？你别着急，你别着急，我去找，电话里。芳芳，你在哪儿？我们找了好久，但依然没找到他。也许星星累了，月亮乏了，太阳想下班。也许花不谢。芳芳，你在哪儿？我知道错，你快回来。是九月吧？你是谁啊？为什么你拿着芳芳的手机？芳芳在哪儿？我给你发了定位。我问你是谁？卓越是吗？你把芳芳藏哪儿去了？你连自己女人都照顾不好，你凭什么在这耍威风？我不管你是谁，我只想找我的芳芳。跟我来吧。我很想给你一拳，但我怕芳芳醒来看见你受伤会心痛。作为曾经喜欢过芳芳的人，希望你能对她好。不用你教我怎么对芳芳。可以，你不珍惜，有人会珍惜。这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。下一次他再哭着来找我，我不会再给你打电话。妈妈说要结束，怎么抱着我哭？太努力，爸爸，没有。等芳芳醒来，我送她回家。你有病吧？还有，不要说我来过这里。喂，把女人带走了。喂，
天亮的时候，他怎么就跑了回来？心照不宣的忘记尹总的事，又选择性遗忘酒吧发生的一切。但我们知道这些事儿只是不提，而他们哇，我看到腿了！慢一点，慢一点。要不要先吃点东西，咱再去海莲？哎，我现在想去看海。现在吗？嗯。听你的。哎，怎么了？我胖了。是吗？你出来我看一下。那你自己笑吧。我不笑，你出来。没有，没有胖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反正我觉得好像很一般，因为我帅。哎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给你送个法宝，这个你戴上之后。管你是吗？啊，那我们去看海吧。真的愿意把宝宝扔给你？将会被谁抛弃？这是你，在我们心期待。来青岛的第二天。可以娶我吗？嗯。那你什么时候娶我？快乐。快乐是什么时候？快乐就是快乐。我有一个礼物要给你。嗯。我先回房间，你半小时之后再回来，一定要来哦。对不起，我可能来不了。宝宝，帮你看见这楼下的形势。我已经在去机场路上了，这段时间发生的一切全都是我的错。我已经拜托酒吧的尼克替我好好照顾你。否则我就我让你后悔一辈子。你不用找我，我来。为什么我会喜欢上你？为什么你这么不负责任？为什么不要我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老方，你知道，你不是说要把我亲手交给他？最灿烂的烟火总是像坠落，越是难得经过，反而越折磨。